你冇声，哎呀，我瞄咗咪添，顶。总之我哋玩到去嗰、那个，佢出咗去啦嘛，咁依家应该系，应该要揾方法入翻去啦，应该。但好白痴，我哋明明出咗去入翻去呢件事，我觉得好白痴。会不会追出来的呢？不知道，他不敢追出来的。其实我都唔好理解，依家佢话要揾翻个朋友啊嘛，大家佢就话系要健步行步啊嘛，咁即系唔一定，即系冇牵屎噶喎，依家咁样讲。二楼 ，hello，hello， 阿石。呢度我哋之前出咗嚟呢度啊，系咪啊？勾翻顶帽啊嘛，一系揾人，一系揾出路。呢度我哋去过啦，即系唔关事啊。即系呢个而家纯粹系变咗，我哋系去。去二楼同三楼之间嗰、那个嗰条路嚟嘅啫。上次你仲喺度闹交嘛？你记唔记得喺度话咩？啊，系咪你整嘅啊？整蛊我哋咁样咧？呢个女女系疯狂喺度，大量的垃圾自从酒店关闭后非法弃置便很多。这里有涂鸦，看来有人顺手入嚟涂鸦。我谂应该有啲嘢令到我哋要再走翻入个酒店入边噶嘛？但系头先又有个祭坛喺度，唔知道祭坛有咩冇咩含义咁样？唔会就系谂住俾个safe point 我啊嘛？一系就去翻一楼，睇翻个人偶公仔。如果唔系都冇乜谂头。唔边个啊？嗰埲墙冇啊，冇选项。佢冇选项，你有选项你先可以拣噶嘛。冇选项系打唔到嘅。简单啲讲，即系而家一楼唔行得先，即系我哋而家去得翻二楼，因为而家系睇下二楼去一楼呢个地方有咩玩嘅。Hello， 咁啊 ，Hello 啊，大家好。不过呢度所以入去已经撞到猪头饼，系咩？咁劲，程流已经玩咗啦呢个。多结局添啊！不过唔系，我净系想睇女女嘅小裤裤嘅，依家呢个都系所有男孩子嘅梦想嚟噶嘛。
即系睇小富富呢啲都系啊青春男孩嘅梦想。你收皮啦！啊，包括我呢啲咁嘅，你收皮啦！四五十岁大叔我都好中意想睇小富富噶。啊，哥，你收皮啦！啊，个个都想睇小富富。所以佢哋两个系绝对冇可能杀死一啲认识嘅。边个咁强背景音乐？先嗱，上次我哋估唔到呢度有个樽可以用啦，咁样，今次我哋再试下先。咩啊？有女何必放闪？有女同小富富两回事，即系就算我有女朋友都好，我都想睇其他女孩子嘅小富富噶嘛。啊，即系你冇理由有女朋友唔睇三上油画一样啊？啱唔啱啊？啊，呢个我谂冇人否定到我啊。我有啊，我玩我星期日玩噶，不过我星期一过咗我女朋友屋企，所以就即系冇得连住咁样，星期日到星期一咁玩解嘅，系啊，系啊，即系有女啦，系啊，真系冇计呢个，好惨啊，有女系咯，好惨啊，系啊，黐住你啊，系啊，本身谂住系有女好惨啊，星期一嗰阵试开，即系应承咗。有女真系好惨咯，系咪啊？真是哦，系咁个时间上面要分配得好惨咯。呢度诶，呢度之前系咪过到过去噶？系咯，冇晒打飞机时间，得搏嘢时间，系咪先？有女真系好惨，好惨，系咪先？点笑呀？哇！屌，突然间只牛又突然间精出嚟嘅，屌你个惊嚟！我厕所必胜大法，追我啊！系唔敢啊，佢唔敢啊！好鬼恐怖！咩？你都想同女女玩灵探啊？之前捉鬼嗰只，我哋咪同我哋咪一齐玩过咯，静流系咪？我记得。先。不过出咗猪头饼会唔会？哇！呢度都有厕所喎，原来。我都系中意呢个巨鱼多啲，我都系中意。咩？我只人。我只人同你哋同阿小游同你嗰只太过拙劣啦，我都系即系献丑不如藏啊，即系藏收埋佢先。不过我今日唔系我赶住开台，唔记得开翻出嚟啫，系啊。冇开啊，只劲乱嗰只嘢。啊，嗰喂佢向后咬腰嗰个系嗰个盲点嚟噶，即系不自觉咁样向后咬腰嗰、那个，系啊，那个。因为我家嗰个 cam 咧太近啦，即系 capture 唔到，所以成日变咗自己向后咬腰咁样720度咁样，好似无限腰力咁样。你而家几好啊？冇啊，真系多谢你先咁我。有哇！咁俾面佢啊你。就是、之后再等我一间有个停顿位先再咁样啊。你唔使咁假噶、哦，到刚才为止都没有死啦！我哋冇咗攻略组添，我哋琴日我哋冇咗阿罗尼狂喺度，租组咩租组啊？租组我租组嘅姿势系嘛？组姿势有冇咧？我记得唔知嗰阵时系咪暗天播定系喺我 friend 度睇啊？早早念嗰个咧咪做做，我妈都觉得话嗰个早早粤语配音好鬼搞笑，咩早早早早，你而家感觉如何咁样？做斯特斯桑呢度，我谂紧呢度会唔会又系唔会系用啲帽？嗰啲帽系乜嘢？有乜用咧？掉在户外的帽冚住个咩啊？冚住嗰、那个，冚住只眼就可以有新画面咁样。我都唔系好理解呢、這个，
呢、這个试过啊，呢、這个烧着佢。唔系，我哋即系经历忽略咗头先，我哋嗰几日咧，琴日嗰个冇一气呵成咁咧就，哎屌啊！仆街呢铺要死啦！哎，对唔捻住，哎，对唔捻住，啊！点解佢可以 jam 出你一个冇得避开嘅位置，真系好戇鳩！哎，又嚟早早啦！开咗窗未？开咩？开咗窗先出到嚟噶嘛？系啊，开咗窗啦，而家喺户外啊，喺室外啊，室外活动啊，野外露出踪啊，依家呢个应该开唔到嘅呢个窗。我估应该系去翻一楼嘅，但我 get 唔到顶帽有乜用？不过唔知迟啲会唔会又出翻呢啲类似喺度啊玩咩灵探啊嗰啲咁嘅嘢，唔好理咁多，我哋落翻一楼先啦，试一试。系咯，我都真系好觉得呢件事系好鬼难，好费解。唔系佢话而家有个未知嘅第四人喺度啊，就系话阿粉红色嗰个女女阿 Nana 话佢其实系约咗个朋友一齐嚟做大整蛊嘅。但个朋友唔知道去咗边，嗰、那个朋友个顶帽仲黐满晒啲追虫，咁真系唔使讲啦，即真相只有一个，金田一都识玩啦，一定系个第四个人就系凶手，吓、啊，嗰即系个猪头饼就系嗰个 Nana 嗰个有好人啊，有人吓咁、啊、样，我一就系咁样谂到，屌突然间点解弹出又好似啲咩侦探游戏咁，突然间又杀多个咩第五人选咁样，咁啊真系。真系瞓咗啊！我认为应该唔会咁样嘅，系啦。阿 Nana 只兵啊，女嚟嘅，佢系女友人嘅，我见到佢写系。哇！我屌你啊！哇！屌呢度咁样遮出嚟，好嘢！我美斯都扭唔到啦，又要入翻个呢个系咪疯狂嘥我时间嘅啫？系嘛？逼我喺二楼再嚟过嘅啫嘛 ，Just Monica 又要7月1日先有喎 ，Doki Doki Literature Club Pass 啊嘛，佢话系增加咗几个事件喎，唔知系点样，我唔系好，但系本身呢只 game 唔系一本道嚟嘅咩？即系好似嗰啲即系一本道嗰啲片咁样一条龙嘅，有唔同嘅事件经过咁样，真系咁样 gen 出嚟有咩意義？理解唔到，出去我都系觉得出去，唔系就算唔 call 差佬啊，都揾啲即系信得过嘅成年人帮手啦，吓、啊，即系我揾三个爸爸都够嗰只猪头兵打啦，系嘛？我谂，咩呢个？罗尼可呢个咩嚟噶 ？Doki Doki Literature Club 嗰啲 link 定乜鬼啊？我想玩啊，不过唔知道，希望搵个有一日有精神嘅时间玩咯。如果唔系，我惊我瞓着一阵。嗱，我哋试下呢个先。屌，点解我头先嚟到呢个位嘅？等间又要去厕所一阵。不过我哋琴日争论咗好耐，究竟 Nana 条内裤究竟系白色定蓝色？不过我转头再思考一下我哋。我觉得又系嗰个咧咩宜家家私咧咩你而家睇到蓝色定睇到白色，就显示你系有冇色弱啊？或者咩你年龄岁数嗰个问题，你纯粹系个脑有问题啫。可能系我都系我脑有问题，即系黐线脑呢都系有问题。即系我大睇到蓝色，不过你哋睇到白色，我觉得可能系我思想唔纯洁。即系你哋思想纯洁就系白色，我思想唔纯洁就系蓝色。我谂有机会系咁样。嗯，啱啊，讲得啱啊。好啊，系咪咁样？有啲谂法啊。知噶啦，系咪先？一幅画掉下来，呢、這个真系呢、這个系咩含义？真系，明明日出吊灯倾泻下来，呢个系喷机油嘅。
就係呢個應該有啲意義，呢幅畫應該有啲意義，我覺得應該。你真係唔知會唔會呢度揦個玻璃咁插爛嗰個 sofa？ 豪華的水晶吊燈。哦，我知啊，呢度用蠟燭。是不是不是喎，要又拆咗。Small potato， 我 small potato 已經好慘，仲要 small potato 又更加慘。你睇到佢有 J 啊！我屌，真係不，真係不安呢啲。阿二良，我唔得，阿二良我接受。你睇唔到咩？我阿二良我接受唔到，真係咩？阿二良也好，不會懷孕呢啲，我唔係好得。看來沒有通電，我覺得應該有個位置可以搞到佢通電，因為又會啊通翻曬咁樣。三樓又我哋專登離開三樓嘅喎，啊冇理由啊！咦？我呢度有嘢喎，喂！呢度突然間有嘢出現喎。哦，你啲系咩嚟噶？你啲嘢嚟嘅时候冇咁多头发噶喎。啊，三个你哋知唔？啊，三个啊，九三八已经拣咗啊，小智啊，我就觉得啊，美英好正啊，咁啊佢啊九三八呢大波星人啊冇计啦。我哋啱啱先行过嚟呢度噶，拣到咁多头发嘅。啊，咩嚟噶？啊，头发。啊！你哋再努力啲，谂下有冇方法通过去啦！啊，一把火烧咗佢。啊，如果有勇气拨开呢个咁嘅嘢向前走，就可以出到去噶啦。嚟咯，三二一，冲啦！啊，可能有其他出口噶，小智。啊，即大啲身材，好多系冇脑，好正常嘅真系。哦，一秒都不想留在这里，应该留在室外，他不要入回你的酒店，他留在室外就算了。哦，如果将时间留在这里的话，猪头饼来到我们就走不掉咯，那就死路一条筋了。的确啊，好像美英说啊，如果在这里啊，撞到猪头饼啊，真的死无葬身之地啊。啊，如果你们两个死了的话，我故意不去啊。Nana 就那个没事啦。啊，女朋友都一定没事的。啊，那怎算啊？要不要找其他路啊？啊，这样不如试下往地下走啊。啊，我觉得个美英其实都很奇怪，他是有绝对的冷静，在这个游戏里面他是很奇怪，他是异常地冷静，他经常都点出一些生路出来的。地下记得有个地下车场啊。啊，可能出到去呢这样。啊，我都不想再被猪头饼袭击啊。啊，找些安全一点这样。啊，多些冲动是吧，阿明是吧，意思是。咁我哋先去地下咯。但系我觉得咧，通常呢度就会撞到猪头饼，之后就死路一条，之后又要再重新嚟过，呢个好衰。所以我哋即刻 save 个符先。即系我而家又对于阿猪头饼有啲有啲恐惧，唔知佢几时 gen 出嚟先惨。佢唔系喺啲角落头位，佢突然间无神神喺一个地方 gen 出嚟，呢个系好恶搞。我哋有新道路使用啦。喂，哦，新地点啊，新地图 ，OK， 即刻搜索一下先。当你有人入嚟嗰阵时，就搞嗰啲涂鸦啊，挂 fit 啊嘛，呢啲叫做系嘛？过去的成人杂志散落一地，哇！呢本拿嚟睇下先，嗱，应该系嗰啲啊古代龙虎豹啊。我发个数，你有冇发个数码？你有冇再追数码暴龙？你有冇？屌佢出揸本成人杂志嚟睇，获得亲子同归于尽的新闻报道。15年前啊，有两具亲子嘅遗体疑似啊一齐共赴黄泉，喺伊邪拿美酒店嗰度。男性老板以及长女啊嘅遗体被发现沉尸喺酒店入边，
警方啊正朝向呢个自杀嘅方向侦查。你有冇发觉数码暴龙呢一篇走咗一个剑走极端？佢而家咧只要咧一有啲咩劲，以前咧就系、是、一有啲劲嘢就叫乜乜机械啊，之后去到第二代就乜有啲劲嘢就即刻叫乜乜 EX 啊咁样。咁我发觉咧而家咧即系去到都叫做而家又 reboot 翻嗰个数码暴龙啊，我见佢咧依家咧就想将一啲劲嘢就即系将佢总之乜乜古代啊古代乜乜即系譬如咩古代真丝啊。古代 Kelvin 咧就突然间变到好劲噶啦，嗰啲就会变到。以前佢又中意咩机械真丝就好劲啊，咁样啊咩咩真丝 EX 咁样，依家就变咗古代啊，古代古代劲过现代，好似连登成日都喺波台都成日都讲咧，就话咩唔好神化古人一样啊。呢、這个就系嗱苏阿蹦就神化古人啊，佢乜乜都加个古代落去就好屈机噶啦嘛，就是、神化古人呢啲系。呢度又都有头发喎，塞住咗啊！哦，呢度都走唔到，咁点出去啊？喂，你跟翻个紧急出口楼梯走咪出到去咯？系咪智障噶？哦，头先我咪话咧，夹硬冲过去咪算咯。啊，冇其他出口啦咩？其他的出口我已经谂唔到咯，点会咁噶？咁样我哋冇办法喺度出到去咯。啊，系咩意思啊？而家即系扮冇嘢啊？啊，扮唔关自己事啊？哇，又黐咗线喎，小智佢又。啊，我哋可能会俾只猪头兵杀埋噶。啊，咁我都知啊，但系而家牛底都冇用啦。啊，倒不如谂下有咩方法啦。嗰度咪有紧急出口？点解唔经紧急出口走咧？我理解唔到。佢哋系咪直接喺个脑海度排除咗紧急出口？哦，你以为我乜都冇谂啊？你以为我啊粉红色切开就系复刻啊？咁样，而家只要拼命揾出口啊！啊，而且我都一直揾紧唔见咗嘅朋友啊！啊，话时话点解会咁噶？明明只系谂住影啲有趣嘅影片啊，整蛊下大家就算啫。啊，点解啊？啊，凭咩？啊 ，Nana， 你咁不满啊？你害到我哋而家被猪头兵追杀啊！啊，明明全部都系 Nana 嘅错。哦、啊，你哋两个，哦、啊，你哋两个唔好闹交啦，冷静啲啊，咁样。哦、啊，如果 Nana 冇话要喺呢度。Kelvin， 你嗰个背景声好强啊！错，系啊。哦，你都知啦，我最讨厌就系啲恐怖嘢啊嘛。啊，总系啊睇人面色做嘢啊，真系啊，好废啊，好柒啊！喺度扮咩可怜啊？啊！又真系令人啊嬲嬲地啊！哦，实在就系咁啊！每次冇 plan 你就搞到话咩见步行步咁样。事实上啊，就系揾我哋麻烦。哦，你哋两个唔好而家喺度闹交啦，系咪智障噶？啊，系啦好啦，全部都系我出计划嘅人错。咁我哋要点啊？吓、啊，你想我一个人死喺度算啊？啊！我而家唔系讲呢样嘢啊！你咁大声喺度闹交，引只猪头饼落嚟啦！啊！我咁啊，唔系我搞错系乜嘢啊？啊！如果你两个可以拯救嘅话，我就早日自己自杀啦！太太啦！哇！即刻出嚟啊！唔好再讲啦！啊咁样，我成日觉得呢度好似粒点咁啊！呢度粒嘢好似粒点咁样。啊！就算要讲大话都唔好讲得咁啊咁难听啊！小智都系啊，唔好讲得咁过火啊！冇得嘈咁耐，只猪头饼一定落嚟，我肯定。啊，嘈嘈下拎把刀去劈只猪，如果有啊，即刻冲埋去三个一齐咁斩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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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嚿叉烧咁系咁斩只猪啊！啊、你哋两个人明未啊？我哋一定要同心协力先可以离开呢度噶。
代真士啊，好劲噶喎！你叫古代战斗暴龙兽啊，咩古代钢铁加鲁鲁兽嗰啲好鬼劲噶，整到啊！点解美英要道歉啊？啊，你讲得啱啊，多谢你，你闹醒咗我啊！啊，啲白痴妹嗰啲 M K 妹，你闹醒咗我啊！琴晚 Kelly 闹得我好啱，啊，真系好抱歉啊！我都讲过咗火啊，对唔住啊！啊，你先谂下点样离开呢个酒店先啦、啊，一齐同心协力，好似坏咗个电视机咁样打翻醒佢依家。哦，不如不如咁啦、啊，我有样嘢要同你哋两个讲先。我做乜咁突然啊？啊，咩真心话？其实我啊咩已经录咩 NTR 咗你哋两个嘅男朋友啦，咁样啊咩啊？啊咩？你哋两个，你哋两个男嘅男朋友已经离唔开我啦，咁样啊？啊，变晒我嘅形状啦！啊，呢、這个酒店发生嘅嘢咩整蛊，绝对唔系刻意事先安排好嘅。啊咩事啊？我咧入嚟嘅时候咧，就即刻同你哋走散咗，就被锁喺一间房度。嗰阵时啊，差啲俾浴水嘅浴室嘅排水口嘅头发杀咗。长发咩嚟噶？真系好恐怖啊！啊，虽然好唔容易走咗出嚟啊，但系啲头发啊不断喺个水啊水渠度生出嚟啊，好恐怖啊！啊，要移动咁多头发啊，就算一个人都做唔到啦。咁即系话将美英困喺度嘅，本来就唔系我计划，所以并唔系咩安排整蛊啊，或者喺度刻意隐瞒危险嘅人。我谂啊，呢个酒店发生嘅嘢系超自然嘅力量。啊，好惊啊！啊，脚软啦、啊！哎呀，咁事到如今又需要重新调查喎、啊，黐咗线！突然间佢燃起咗佢嘅侦探之魂喎、啊，阿娜娜嘅。吓、啊？啊，咁即系话呢个咪恐怖片嘅绝对嘅原则。如果因为怨念或者地绑灵咁样，只要解决有怨气嘅人，就可以顺利逃出去啦。我平时都冇睇恐怖片噶，啊，唔知道你讲乜。不过如果要调查，要点调查？点样做啊？啊，一旦同灵王咁热血嘅，突然间一旦同灵异有关啊，你嘅理性就冇晒啦。啊、我先唔系牛底啊！哈哈哈，突然变咗欢乐剧喎，突然间，我哋突然间由恐怖嘅杀人片，而家变咗做啊灵探，真系变咗灵异啊，要除灵啊！我哋而家要，哦、啊，唔好笑啦，唔好笑啦，啊，你睇我哋，哇，黐线有冇咁多时间喺度回想过去啊？你记得我哋识咗几多年啊？我哋由小学啊，啊未发育已经识大家。啊，老实讲啊，喺谂呢个计划时，我就睇住你啊，一定熬晒底啊，一定好好笑啊！啊，你又大好身材，一定啊放上 YouTube 啊，一定啊打晒飞机咁啊！果然被发现到啊，你系怕事嘅，同埋好容易熬底啊！好正气喎！突然间成个 BGM 啊，总而言之，我哋谂方法去外面先啦。办公室啊，呢个一个好嘅 good idea 啊，美英。啊，咩事啊？哦，小智真系迟钝啦。啊，话是话酒店一定有办公室噶嘛？啊，应该有啦、啊。只要去到办公室啊，就咪可以攞到呢、這个。啊！酒店嘅资讯咯，哇！真系娜娜，你嘅资讯真的很有用啊！啊哇！真系、啊，哇！豁然开朗啊，成个人。我哋向办公室出发，我以为佢话要去嗰个咩出面嗰个祭坛出发添，屌！原来都系办公室咯、啊。嗱、啊，我打死我一阵，佢都话去办公室搵到啲资料，关于咩祭坛、咩拜祭嗰啲嘢，即系走去出边紧急逃生门嗰度拜祭，我肯定一阵间。我呢度都会撞到猪头饼噶，用大铁柱喺度应该。冇啦，系啦，倾咁耐多死噶只猪啊，啱啊，冇错啊，一出去就见到佢嗨等我咁样掘头脑咁样，
就斩大嚿叉烧啊，一只手、两只手、三只手、四只手啊，两只脚咁样啊，一搭就搭个搭条猪脷咁样。屌咩剧透黐线？呢、這个神预感咩剧透啊？我点我真系想，我哋一阵间，我点解一阵我哋一阵间问下啲。我哋問下啲女性觀眾，我哋就知道呢條係白色底褲定藍色底褲，即係呢啲，即係有機會我哋純粹我哋自己妄自菲薄嘅猜測，嚇、啊、呢、這個純潔嘅心靈同唔純潔嘅心靈咁樣啊咁樣。我哋問下女性觀，唔係咁啊，你又講得啱。你問下女性觀眾最簡單啊嘛，問下啲女孩子嘅感受咁樣啊，咩好變態，走開走開咁樣。不過弊啦，屌得啦，我拆咗拆咗拆咗，辦公室喺一樓喎，我哋拆咗拆咗。同埋我想講，我都唔係好，佢有冇指示過呢度有辦公室嘅咧？我都好似真係冇乜諗頭，好似又咪啊？唔係喎，我哋有地圖喎，屌攞地圖出嚟先。一樓 entrance waiting room， 喂，係冇一間房叫做辦公室嘅喎，系冇一间房叫办公室，我哋要自己思考一下边间房叫办公室。呢、這个地图又系好有用，真系呢、這个地图真系史上最有用。有啲房系冇 name 嘅，啊都唔知咩地图嚟。我认为前台又应该系地图，应该就系办公室啦，系咪？应该唔系喎 ，fun desk 又唔系 ，OK。啊！哪有女啊？啊！哪有女啊？你老母咁样啊？呢、這个白毛等下等下话系我讲你老母，之后白毛话系，唔知咁吓亲我。喂，讲得啱喎，你嗱基巴打好啦，啱啊！嗰个咩回忆当年咁样啊，几开心啊！你再不如讲埋咩咁样小学嗰阵时食咗几多餐咩糖果啊，几多个咩甜咩咩泡咩水泡饼啊嗰啲咁样讲晒出嚟咁样啊！猪头冰心谂到我出嚟未啊咁样？喂，嗰啲沙沙声究竟系？是个 game 入面有沙沙声定乜嘢咧？哇，好鬼不安依家。咁啊 ，office 又点会系 front desk 咁啊？有啲道理。呢个可能我都可能已经啊失去咗冷静啊。喂。嗰啲鏡點我都有啲拗拗地底，我哋真係喂，幫我定一定經先，睇下小富富定一定經先。哇！呢、這個哇，屌撚正啊！呢小呢度所有嘅遊戲都係十八歲噶，啲女孩子啊，唔好擔心啊，冇涉及咩蘿莉控嘅問題啊，大家可以盡情睇啊，唔使俾面我。唔關事，我想講啲鬼都覺得你唔夠十八歲就唔夠十八歲個樣。係咩？係啊。不過我都唔係好接受到蘿莉控，即係我都唔係好道德，唔係蘿莉控都係唔係好掂。你啲鬼佬覺得你唔係十八歲就唔係十八歲啊 ？OK。喂，你啱啱講起鬼佬，我諗起一樣嘢。啱啱睇新聞咧，話咩咩 cheat 終於頂唔緊啦喎，頂唔緊啲投訴，將嗰啲咩沖嗰啲咩沖涼啊，係咪三日咋？屌我都沖涼啦咁樣，我三日後我都咯，我睇啊，係啊，三日後我都沖涼啊，屌。啊！真胆粗个胆睇，真丝冲凉台咁样整个啊咩一旧一咩一百度呢？我就咩浸水咁样啊咩啊咩落又浸一浸啲头发落水度咁扮咩咩嗰啲靓女洗头咁样咧嘛啊呢个咩真丝冲个胆睇，系咪先咩啊？不但我唔系好理解个运作模式喎，点样可以做到咩咩人度呢就会？噴水咯！我你點樣做到啊？要有石噶嘛？係咪要寫 Apps 定係乜鬼咁樣噶？有 plug in 啦嗰啲。嚇要噶 ？OK。全裸等睇沖涼台。哇！啊嘛，等睇真先沖涼啊！不安不安，安而不。咩啊？就係你哋熒幕一路啊！
一帶一路，呢就係一帶一路都唔，一帶一路都唔掂，呢一帶一路都唔掂，呢啲就係屌黐撚線，咁重口味噶，啊，咪啲咩咩嗰啲咩咩直播咗第七第八年啦，依家啊咪終於到咗樽頸位啦。啊咩咩咩去咗樽颈位要下海了咩系嘛咩真丝咩六千万六千亿啊酬金咩特咩特发咩咩直播主啊咩下海了咁样啊下水了咁样，笑啦！我哋而家几多楼啊？依家呢个好似系三楼嚟嘅，呢个好似系。边度有办公室啊？屌，呢度全部都系情侣 hotel 嚟嘅。我想讲呢十分钟可能好过你，屌啲 AV 女优都系啦。咁你咁呢个 offensive， 你呢个说法就等啲 AV 女优趴喺度俾人，好系咁啊，屌屌屌屌屌屌，系咁屌屌屌屌，佢俾人屌咗九十分钟咁样，即系可能都多过佢。啊！幾年收入呢個道理一模一樣啊 ，Fans 你呢、這個，先轉型啊，打機市場下海係嘛？轉型下海。陳師，你可唔可以解釋下究竟係咩沖涼啊？我聽唔明。咩沖涼台喎、啊？你而家實，而家你走去 Twitch 嗰個 category 嗰度揾呢個沖涼啊，就揾到啦。Hot tub 啊嘛啲。係啊。咩而家沖？我就記得好耐。沖涼冇罪啊！有冇聽過？沖涼冇罪啊！我就記得好耐之前，好似有對情侶喺度沖涼，跟住俾人 ban 咗。而家冇啊！而家任你沖啊！你如果你有嗰啲咩巨魚嗰啲去沖都冇問題啊！佢話係啊 ，ban 嗰個好似係含麥啊！我咩奶麥係嘛喺度喺度認。二任啊，系嘛？二任式咁样，不过唔系你讲真，你去到最极端都系涉及色情噶啦。你要即系越嚟越就即系越嚟越即系出位，同埋越嚟越有啲即系啊犯禁啊走火嘅边缘，擦边球，睇下边个中咗出事俾人 ban 嘅啫。我谂就即系你凡事涉及呢啲啊。即系要卖露色相啊，即系露出身体呢啲，最终都系会去到即系走火啊，或者呢啲接近半走擦边球噶啦。即系你问我，即系一个比较，即系都系嗰句，唔系好健康嘅直播神常态就系、是、啊，你越即系一带一路，你越露得多，你就越啲人就越兴奋。咁其实你。啊！露到最後，唔通你真係露曬咩？咁呢個又冇乜可能咁樣。即係開個成人嘅，我食百家，完全接受咯，係咪先？我贊成啊！真係，我記得嗰壇嘢唔係沖牛奶，好似係有個打 LOL 嘅台主無啦啦同佢女朋友喺度浸浴啊嘛，跟住浸泡泡浴喺度影住。唔係你問我咧，我啊覺得真係。分開好啲咯，即係你整到好似嗰個咩 Swag G 咁樣係嘛，個咩 Swag 嗰個咁樣，即係擺到明係走成人風嘅，咁咪得咯，咪即係將啲觀眾係即係引導咗喺嗰度，唔好走啲擦邊球咁樣，啊個個啲女女啊走嚟啊，即係到咩100 followers 就走去著女博咁樣，咩500就唔著咁樣，啊1000就著旗袍咁樣，我覺得就即係有啲。即系，就系、是、有啲不是啊，唔系直播嘅原意咯，系啊。我醒起好似你啱啱讲嘅事，暗天做过。暗天咪就系暗天咪就系呢啲咁嘅，即系呢啲咁嘅迂腐分子咯，咪就系啊，佢就系啊迂腐分子就系佢啦啊。啱啊，好耐我啦 only friend 嗰啲咯，系啊。喂，屌！我而家真系迷失了方向喎。边度有办公室？睇地图，唔通 waiting room 啊？即系啲办公室冇嚟喺二楼、三楼嘅。我觉得即系我系 waiting room， 我都留喺一楼啦，系嘛？即系办公室我留喺一楼啦，系嘛？十八家直播好似都有好多啦，唔使话走过嚟接住。系咩？你睇过啲咩十八家直播啊 ？Isaac。咩十？嘛 ，Pornhub 嗰啲。啊 ，Porn 哦，
Pornhub 係最多政治含最多政治含量同最有教育意義嘅直播嚟喎。有問數學題都有人 comment 立你嘅喎，幾咁誇張？即係冇啦，而家冇啊！冇啦，冇數學題係㗎。係啊，Pornhub 早排咩鏟曬嗰啲唔同咩木板缺嗰啲嘢嘛，跟住又話咩，總之唔係色情嘢就唔俾開台。咁癲啫？咩我知咩？咩我只咩我只要求呢度好似嗰個 Telegram 嗰個咩？我只要求呢度更加色情。我只要求呢度講色情更加色情咁樣啊！唔係色情就唔多咁樣啊！黐線呢個媽媽，嗰塊你嗰個鏡後面嗰塊鏡咧？佢可以照到嗰个光线反光，但系照唔到个人嘅。有啊，有模糊嘅样咯喺度，我见到有模糊。哦，有模糊嘅。少少模糊，系咯。嗱，我觉得呢度应该系个办公室。屌，呢度真系办公室，要揿耳塞制线先可以 locate 到呢度系办公室。啊，呢、這个真系好真系大智，好有智慧啊！呢、這个咁嘅玩法，要调查先知道呢度系办公室。呢度好似办公室喎、啊，咁样如果有线索就好啦。我兜咗成层先咁样，搭咩搭咩上咗锁啊？咁样点解每个地方都上锁噶？但系嗱，呢啲咪就系低智慧啦嘛，智障啊！唔锁俾你入去咩啊？里面摆设就系废弃时嘅样貌，自然就锁住啦。啊即系同睇下小智做朋友都几辛苦，有阵时可能就话正上方可能有秘道啊，系咪可以咁样入去呢？咁样哦，你真系认真嘅，我认真噶咁样啊，我谂系咁咧，等我哋闪入去啊，只要移开天花板就可以上去啊，咁样都系危险噶啊，冇错冇错啊，冇其他方法啦啊，就见步行步先啦。我哋咪用个踩个脚架上去系嘛？秘道上面有秘道啊？点解你配音可以配到啲女个个都好似好贱格咁？阿周师傅想贱格咯，有乜督爆人哋啫？系咪呢度啊？喺度琴上，屌唔知边度？哇！我觉得佢系咪意思上面秘道嘅意思系？我哋揾翻个路径点样？即系轰落去先，睇下路径204、203仓嗰度落去咯。我谂应该，我冇即系希望唔系我谂多咗啦吓，即系应该系我估应该系203、204咁样嗰个位度咁数落去。18+2有 account 同18+先入得。屌呢个咪你啲18+嗰个咪等于咩？你是否已滿18歲 ？Yes， 我嬲喎，咁樣撳入去咯，係嘛？我相信都係應該係。點個豬頭餅好似唔見咗喎？我想講，佢呢排冇 gen 出嚟喎，係咪？即係俾我哋搜索下先啦，我諗都。成班歐美撚都係浸喺水度。哎，嗱，嚟啦嚟啦！太聰明了。你哋兩個等陣啦。我咩事啊？嗰度啊，有人啊！哇，系哦，有个晶莹通透嘅小女孩喺度。佢带我哋过去，姐姐呢边啊，咁样。消失咗啊？点解会咁噶？嗱嗱，冷静啲啊，小智。啊，头先消失嗰个女孩子就系办公室上边嗰间房啊。睇嚟系咁啦，我哋一齐入去睇下咯。やだよ、戻ろうよ。哦，冇啦，我哋翻去啦。大丈夫よ。冇事噶，我哋会陪住你噶，小智。我哋表演佢好熬底个感觉先呢度。诶，嚟啦！呢间房就系办公室正上方，冇问题啊嘛。头先嗰个女孩系咪故意匿埋同我哋玩卜哩哩噶？
睇嚟冇人喺度啊，因为嗰只系鬼嚟噶，幽灵嚟噶。佢又闪出嚟啊嘛，就好似一般嘅客房一样，我而冇咩秘道喎、啊。当然啦。啊、又唔似会烂地板可以跌落去，呢间房好似好干净，感觉好完整。不过如果要我住喺呢度废墟一晚，我可能会吓到喊出嚟。啊、的确啊，好开心，而家变咗好愉快嘅愉快探险团啊，而家变咗，已经唔惊啦。嗱，即刻你话唔惊啊，即刻俾啲惊嘢你啊，即刻啊吓到你仆街啊！咩事啊？做乜有啲系咁放啲番茄酱出嚟啊？呢啲系咩光嚟噶？啲声音好似浴室飞出嚟，果然有人喺度啊！真系够啦！呢啲系咪都系你整蛊我噶？佢哋嘅友情就系咁薄弱啊！你睇，一有事又即刻喺度推卸责任啦，又再次。解脱你啦，放过我啦！美英，点解你要行过去啊？你冇咗啊！突然间又，啊，点解突然间消失咗嘅？啊，声音都冇埋。头先嘅系，唔通个小妹妹就系、是、啊呢度俾个俾猪头柄啊斩死咗惨死咁样。啊，我只系望一望咋。系啊，冇错。啊，友谊万岁之后又内讧。嗱、啊，女孩子嘅友情就系咁薄弱，系嘛？我成日都听过啊，咩男孩子嘅友情啊，相对嚟讲比较稳固啊，女孩子嘅友情啊比较薄弱，系基于啊大家都系靓女啊，吸引更加多异性而组成嘅团体啊咁样，或者讲八卦啊咁样组成嘅团体啊。头先佢系，哦，真系冇人喺度。啊，有冇问题噶？真系冇人喺度啊！今次系咩啊？喂，咩嚟噶？锁匙？啊，唔好再吓我啦！呢个地方点解会有锁匙噶？啊，有人留低咗咯。我都唔知啊。啊，呢个系咪办公室嘅锁匙啊？就系。哦，竟然咁好，有人帮我哋准备定锁匙。呢个绝对就系办公室嘅锁匙，绝对一定系。哦，就好似阿潘咩啊潘耀咩潘少聪啊，定系咩啊？啊，入咗，一定入咗啊咁样。試してみる価値はあるかも。哦，睇下都冇坏啊！如果可以开到，我哋就 lucky 啦。总之，我哋拿住条锁匙先啦，周围插啊。哦，获得了不知名锁匙一条。只猪啱啱玩完汤人拎匙，咪只猪可能。只猪可能都系好人嚟，引导我哋嚟呢度，可能系希望系咁啊。我都理解，我都理解唔到嗰啲灵异现象点样可以解释到佢。哎呀，仆街啦，唔记得死符添，一阵间又 gen 出嚟俾佢杀咗我就惨咯，真系后悔莫及。哇，出来嗰啲咩沙沙声嗰下，原来咪？喺度，大家喺度玩紧咪啊！原来吓亲我，我哋真系中意用阿美英呢啲咁嘅瞓啦柒头妹咁样，呢咁嘅 M 有啲 M K 味啊，美英有啲咁样少少 M K 味。好，我哋 say 个符先啊！穩陣啲，保險起見。留守番電話サービスに接続します。メッセージをお預かりしました。嚇到夠硬啊！有咁多女女陪你一齊啊，靈探你都啊，都唔驚啦，係嘛？係啊。
不过呢度啲女女个嗰个步嗰、那个主角个步嗰、那个行走速度有啲慢嘅，我真系开到。有个祭坛喺度系嘛？冇咩值得注意喎、啊，唔通个祭坛入边有嘢？我睇唔睇啊？位置咁高睇到咩？哦，唔得就算啦，就算系我咁高都掂唔到啊！如果有啲咩可以垫脚嘅话，时钟已经停止咗，十五年前嘅日历仍然喺度。哦，锁住了。喂，呢度有咩交叉加号、星星、圆圈、心心？呢个应该密码嚟嘅，我怀疑。应该又有条锁匙去开呢个柜桶啊！我因为保安闭路电视。其实攞张凳去垫脚，有咁难去做咩？应该冇啊。只有这个按钮不能按下去。从303号房开关，好像有什么东西飞出来。哎，哇！将佢拉过嚟，系一条钢琴线啊！因为阿杀手47阿 Hitman 成日用嚟杀人嗰条钢琴线咯，比想象中易掹出嚟啊，好长啊！ピアノ線？この機械のパーツだったのかしら？抜いたらボタンが反応しなくなったわ。真长咧！你过嚟攞嚟做咩啊？サスペンスだと。系悬疑片里面成日出现嘅空气。そうなの？系。啊、你冇睇过咩？就系用嚟切啊！佢都识啊嗱，阿小智识货，识啲嘢啊！杀手47成日都攞呢样嘢辣死人啊！啊，女仔路上故意切下钢琴线，一掂到就会死。啊，就系呢样啊！我哋可以摆呢条线啦、啊，啊 trap 呢个猪头饼，等佢冲埋去辣低佢。啊，发生咩事啊？入口啊！啊，唔系话可以逃出去咩？只要人偶啊装喺嗰人猪头饼啊喺嗰度就死路一条啦！哇，复刻啊！粉红色切开嘅都系复刻，你睇粉红色衫都一样。啊，就系呢样，只要我哋入口度拉呢条钢琴线，咁佢咪过唔到嚟咯？真系喎、哦，肉眼发觉唔到啊！啊，可能会封锁到佢行动，唔系封锁到猪头饼嘅行动，系杀埋佢添啊！啊，你系封锁埋佢条血添啊！啊，条血冇晒啦，一夜扣晒啲血啦！啊，长度都够，就算击退唔到佢，都可以争取啲时间啊！使唔使切开只脚啊？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啊，试下啦！啊！佢哋已经，佢哋已经走向呢个杀咗只猪头饼就算嗰个阶段啦，已经。咦？头先我记得好似揿咗有个密码噶喎，呢度系密码系。啊、你都估唔到呢三个女孩子已经发展到想杀咗条反杀嘅猪头饼 ，double kill 咁样。
女儿每日都好高兴摸住个梦幻乐园买嘅音乐盒。啊，假日嘅时候带佢去酒店，佢都唔放低手。喺游乐场好开心啊，想要制造更多回忆。你头先我明明都可以开箱噶呢度。頭先有個櫃喺度，我記得。而家唔撳得嘅，突然間又。你記唔記得頭先有個位可以拉嗰個箱出嚟嘅？有密碼嘅。先。佢唔俾我开翻个箱嘅，点解？我睇一次嘅咋？吓？啊！佢唔俾我再揿嗰个，唔俾我再揿个 locker 咯。有冇人有印象啊？睇 replay， 我冇开 replay 啊！等先，试下先。嗯，应该有要我哋搞一条钢琴线先咯，我觉得。咁样真系得，应该冇问题嘅。感觉做得太细，反而有啲不安。啊，都系放弃好啲喎。能做嘅就做啦。接下来就祈祷冇俾人发现。啊，而边克服好似头发一样咁嘅嘢。啊，既然你哋两个都咁讲嘅话，啊，无论睇好多次都觉得好呕心啊！啊，唔穿过真系唔得，应该就系咁啦。但系可以喺罅缝嗰度稍微见到出边街啊，只能够硬住头皮努力啦。如果已开到，你就走先啦。哇，估唔到呢头发都几硬啊！究竟系咩嚟噶？啊，等你打开咗啲啦。再打开啲，应该可以容纳到一个人嘅身形噶。再多少少，我嚟啦嚟啦，只猪头饼。
等阵啦，你啦，猪头饼。哦，俾佢发现咗，我哋走出去啦。佢谂住飞刀啊嘛，谂住。点算啊？啊，咁样绝对嚟唔切噶。陈威，你去边逃去逃走去边度啊？我好烦啊！哇，点解咁勇敢嘅佢？就等我去吸引个人猪头饼咯。你哋两个先出去咯。大家咁勇敢嘅小智，呢度啊呢度啊！阿德森，早く行って！バカ！ナナちゃん、アドサちゃんが！わかってるわよ。けど我知道啦，我哋要向呢边行，其他交俾小智啦。小智。哇！只猪头饼个头甩咗啊，直接杀咗佢喎！佢真系杀咗佢啊！佢哋黐咗线啊！小猪，大丈夫？阿德萨ちゃん，你冇事吗？大丈夫？嘘！啊，点啊？佢死咗啊！阿德萨ちゃん。啊！冇行过去啊，好危险噶！啊，好似冇事啦。よかった。もう心臓が止まるかと思ったわよ。本当、後で覚えときなさいよ。啊，到我心脏都就快停啦，唔好乱嚟啦，小智。こっちもあと少し。啊，我哋呢度开窿都仲差少时间咋。打开咗啦，大家快出去啦！阿德萨，何にしてるの？小智，你度做咩啊？啊，ごめん、安心してぼーっとしてた。哦，一松咗口气就啊走神了。先に出るね。啊，我都出去先啦。啊，知道咯，我即刻跟上嚟。哦，终于出咗嚟啦，出咗嚟外边啦！哦，我出口又被封住啦！小智，快啲啊！等我一阵咯。哦，佢哋唔救佢喎。啊，要松懈都要等到出边先啦，等多阵啦。哇！只猪头饼冇头都识喐噶喎，一定要救佢啊！入入口，啊唔好阻住我，我要救小智啊！冇啊，冇啊！哦。我唔知过咗几耐，虽然我同 Nana 想撬开个出口啊，啊不过点样努力都冇用啊，今次真系打唔开啦。过咗一段时间啦，终于啊太阳终于升起啦，啊令我哋带来沉重嘅打击。小智啊，拜托你出嚟啦！已经过咗咁耐啦，入口打开咗啊！系咪头先我哋咁努力啊？搵唔翻个搵翻我哋同学系嘛？搵唔翻小智，但系波妹死咗啊！不过而家。应该系咪呢个应该系 bad end 嚟嘅？应该我哋只要唔好攞条钢琴线就应该得嘅，我相信。
冇人喺度。塞住出口嘅头发啊，喺太阳升起嘅时候已经无影无踪。而小智嘅行踪亦都冇咗。之后我同阿娜娜喺酒店里边揾小智都揾唔到。无计好施，我哋乜都做唔到，只能够翻屋企。去警察局又点啊？点样同佢哋讲啊？边个呢？啊，美英，哎，我啊，开门啦！只 game 叫做灵探直播。系我啊，开门啦！真啦，而家即刻开啊！开门啦，系我啊！啊，唔好咁大力啦！系我啊，开门啦！等阵啦！美英开门啦，系我啊！哇，小智，点解？小智，点解？点解？点解？哦，小智，点解掉低我？点解？玩坏了！啊，对唔住啊！友情嘅薄弱啊，你睇呢个就系。系咪啲咩由零转头就有嗰啲啊嘛？我一直喺埋一齐啊！哦。惊啊！九三八，九三八，咁都应该会继续 J 喎，应该会。Extra mode 解锁，新咩像解锁，新结局解锁。我屌呢度，我睇下呢个，呢、這个超正啊！呢、這个你睇，我呀呢个超正啊！呢、這个我自己都觉得呢个好正啊！呢、這个，呢、這个系咪最已经系最正嗰个 C G 嚟噶啦？我怀疑呢个已经系，我玩我哋玩呢度咁耐啦，最正已经系呢个 C G 啦，冇其他 C G 正噶啦，其实。隻豬是帮我哋，我咪就咁 continue 都得噶嘛，应该。咪今次要影低嗰个咩先咯？而家第一个系啦。好像剛才那個被頭髮捉住那個，我想應該首先我第一件事我們要拍下，就是剛才說的那個暗號先、那個是關鍵中的關鍵、屌
黐線。哎，呢度應該戇鳩咗，應該直入廁所。我直入廁所，你入元朗。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啲豬頭，啲豬頭柄咪就係咯，匿埋喺條柱啊，睇我唔到。因為行錯路啊，我係咪豬頭柄咧？哎，仆街行錯路，想睇只豬嘅 4PN 咩咩？個三條女話咩咩？我已經冇辦法離開你啦，豬頭柄咁樣啊咩？啊，對唔住啊，真絲咁樣啊，嗰啲咩黑咩金毛啊嘛，嗰啲黑人金毛咁樣。我已经翻唔到去啦，咁样。我屌啲黐线，仲咁好笑啊！直接喺嗰度喺一楼度掟出嚟喎。点解咪同佢相遇？我哋今次影鬼低咗嗰个，嗱我影低咗呢个箱先，呢个应该啲暗示嘅呢个咩心心圆圈正方交叉呢个。刻画着什么图案？唔知道啊！佢系去咗揿嗰条揿嗰个嘢之后就出事，先变咗 bad end 嘅。我见到。欲しいものは見てみ、あの、何か。我要揾嘢戰腳先上到去喎，咁樣腳架咧會唔會？見てみる？あの、何か。揾啲嘢晾腳先得喎。見てみる。あんな高い。何？咪就攞張凳墊晾腳咪得咯。我都呢度我都係奇奇怪怪覺得。要啱順序先得嘅喎，哎，哇，回咗嚿嘢過嚟喎，未見過喎，呢個只有這個按鈕不能打開。從膠囊獲得了常綠樹啊，咩嚟噶？呢個係你點解會喺膠囊入邊嘅？係邊個嘅惡作劇？呢棵草有咩含義咧？傳來好香嘅氣味啊！Hello，Hello， 要 BB 綠草。見てみる？あの、何か足場。要揾嘢晾腳喎。
棵草有咩含义呢？跟住再揾下，一定有啲嘢令我哋遺漏咗。冇咯，我都唔係好，係啊，隔離成張梳化都唔得。都晾唔到腳，有啲一定有啲勁嘢可以幫佢晾到腳。見てみる。あんな高い。何か。你意思係咪去翻嗰棵綠草嗰個位啊？三零幾啊？睇下先。二零六喎，佢話。总之就唔可以用嗰条钢琴线啦，我理解就应该系。二零六即系呢间房喎。呢间房就系二零六咯，哇！屌，点走啊？Oh no！ 竟然呢度中咗呢个咁嘅 gen 出嚟。吓吓，你都入到嚟？呢个秘密房间嚟噶，你都入得到嚟噶，哇好嘢啊！佢冇锁匙都入到哦，几劲啊！我想我哋要储晒所有道具先能够 good end， 但我哋唔系间间房入得到嘅，而家试下先，再谂下有咩计仔先。应该仲有个音乐盒嘅嘢喺度，我相信。深奥性加交叉嘛 ，OK， 试下先。深奥性加交叉。
哦，都有可能喎、哦，你彈翻曬啲膠囊上去係嘛？即係302、301、208都要行啦。OK。不過總言之，我哋間間房都行一轉先啦，熄咗符先，不過最緊要係。不過熄個符先，即係你即係嗰個彈咗啲嘢上去個樽嗰度有嘢攞啊嘛，我估你。我 get 到你的意思是留守番電話サービスに接続します。メッセージをお預かりしました。哎呀，我唔記得影個房號添。我哋去咗301先啦，第一個樽我哋射過係301嚟噶嘛。301、302喺嗰邊。呢度喎，呢間房喎，301、302。301門口有水聲樣。哎，撲街，呢度個廁所唔用得㗎。希望我哋唔會諗複雜咗啦。
但我哋本身射啲樽过去嘅时候都系冇嘢嘅喎，理论上206我哋有去过，不过试下系咪出边嗰个祭坛咧会唔会关？呢度最落到最底有个祭坛噶嘛，关呢个祭坛事咧？唔系喎，原来草如茵不知有什么用，靠慣了。嗰支機油嚟嘅，之前攞咗嚟開個窗用嘅。长话一阵试下先，喂，竟然呢度有剧情啊！呢个好，呢个箱系咩嚟噶？剛才有這個箱的嗎？啊，沒有啊，而且上面有豬頭餅的圖案，即是說這裡裝著關於迪士尼的東西，Fantasy Land啊，這個是。你最好不要碰啊。好，這個是不是就是那個音樂盒啊？剛才他說什麼，梅小妹妹想要那個音樂盒啊嘛。如果有什麼陷阱就糟糕了。啊，
呢度有疏辅音疏，但系冇音筒，亦都冇发条，应该开唔到。我要砌翻好佢啊！条丝，我仲有几间房系有呢啲嘢嘅喎，十字架嗰个位啦，仲有一个。我知道303嗰个位啊嘛，喷罐喷落呢个嘢度嘛？先有符先。留守番電話サービスに接続します。メッセージをお預かりしました。我呢度有个咩十字架咁啊？呢度呢个总咩总觉得有人望住呢个，竟然有反应喎！呢个电视机。咦？猪头饼催眠。哇！先望住，哇！唔见咗喎，猪头饼。哇！一个咁样嘅伎俩嚟噶。咁都得，好嘢。原来是陷阱嚟嘅，我硬系呢嚿嘢系有啲有嘢搞嘅呢个，不过唔知有点几时点样搞咁解嘅。冇啦喎，依家。冇啊！中咗陷阱，直接当 bad end 咗啊！
哦，又嚟又嚟又嚟！喂，啱啱好。我而家咪收翻之前嗰啲伏線啊，嗰啲奇怪嘢嗰啲，佢又喺度揾咗先啊嘛。我仲要收翻啲伏線添，諗住攞嚟。我諗嗰個嗰啲頭髮都要我搞嘅，應該要。有间房間有个咩十字架咁样噶，但我唔記得咗佢衫係邊一間先有，係有一間係有個十字架嘅。好近，佢个猪头髀唔觉得嗰度有啲嗰啲光，觉得好奇怪嘅咩？
系咪就系攞？会唔会就系攞呢张 sofa 过去垫脚？試下咯，先阿明華攞嗰樽嘢嚟試下先。唔得喎，唔係噴佢喎。哇！有火柴喎，竟然。頭先有啲咩位要點火啊？应该系攞嚟拼落呢条嘢用噶喎，系越嚟越多道具攞到啦。有个炭夹。很容易就能夹住一啲轻嘅嘢，我本身有支蜡烛。哎，哇！呢条系咪凳啊？就攞呢条攞呢个凳过去啊！哎，我估应该要专登揾一张叫凳嘅物体先得喎。原来有三个重要道具喎，原来。留守番電話サービスに接続します。メッセージをお預かりしました。哇！原來嗰個劇情嘅進展就係用呢張凳，就係漏咗呢張凳，我哋落地落下邊嗰陣時。有张凳啊，嚟睇下咁样。拜托你啦，小智。系一般嘅神庵。呢个神庵道门好似可以打开。有啲咩机关锁住咗？冇奖你又可以，哎，又炸下先。哦，原来棵草系攞嚟呢度用噶，屌，估你唔到啊！剧 set 大。我记得头先有个位有个录音机嘅，但系已经唔记得边间房啦。有咩？思い出した、カセットテープだ。
セット、何それ。佢唔知道咩叫做キャセット帶。私も詳しいわけじゃ。これを専用の機械。佢聽音樂錄音。でもそうね。不便ね。この時代はスマホもで。このホテルのどこかに。如果呢個地方。その機械があればいいんだけど。啊，你認得邊度有啊？我記得有地方有啊。但我唔記得邊間房啦，已經。形は頼りないよ。確か結構。じゃあそれっぽいものを見つ。我記得有間房係有個收音機噶，紅色噶。我都以為係綠草係攞嚟食或者驅魔之用，原來唔係。好，而家我哋目的系揾个卡式打机。点解喺 waiting room 就好笑啦？一间，我一开波就 bypass 咗个 waiting room， 点解喺 waiting room 就好笑？留守番電話サービスに接続します。メッセージをお預かりしました。嗱，佢有魔神喺后边 jam 咗出嚟啦。好似唔记得咗系二楼定三楼，一阵出去揾，一阵真系要出去睇下喺边度。系咪呢间房啊？呢间有冇呢？唔系呢间，我都仲未揾得翻之前嗰间话。哇，有个十字架嗰个扑街。哎，仆街好似掘头路嚟嘅呢度，印象。佢头先明明喺呢间房，佢点解唔经过呢个树窿走出去？头先我嗰间房追翻我入嚟啊！荧光喷雾。之前我哋裸漏咗好多嘢喎，咁即系。啊，行下行下，揾到支荧光喷雾。又系用喺头先荧光嗰间房咧，一间可能要。但我印象就，所以我真系揾过晒呢啲位嘅，系冇呢啲嘢喺度嘅。
哎呀，仆街啦！哦，屌！哦，好濕鳩呢只 game 啊！阿 Jen 喺啲冇得走佬嘅地方，有咩意義？到我都有啲記得啲屋啲樓層，終於揾翻支熒光噴霧先，第一時間。你講我好濕鳩，呢樣嘢真係。由我攞咗啲熒光噴霧之後咧，呢只豬頭柄出現嘅機率係多咗。嗱，佢望實又唔知去邊喎，瞬閃都唔見咗。我對於呢個即係追蹤者嘅設計，如果佢唔係玩超能力嘅話咧，我會感到絕對有疑問。哦，支熒光噴霧唔係用喺呢度，難以置信。留守番電話サービスに接続します。メッセージをお預かりしました。佢都要，咁你都要有个正常嘅渠道，令你觉得佢哇系，佢真系呢度出嚟嘅，即系唔系突然间我觉得透正出嚟咁样，你隔篱就一嘢斩落去咁样。有幅画未油好嗰度。聽埋劇 set 帶，呢邊好似冇嘢噶，我記得係嘛？仲有冇房咧？
哎，仆街，頭先就呢度呢度釘個呢度，走先。出現嘅機率好高啊！而家。佢哋應該都走到習，走到有啲習慣性啦，係嘛？呢類類應該走到。会唔会呢度？呢度用喷雾。哎，搵到个剧色打机啊！有啦，呢个就系剧色打机哦，真系嘅。等我听下先，可以开得啦。可能特别收喺神庵里边，应该有啲关于酒店嘅嘢嘅。如果系咁，只有播放。啊、又召咗嗰只嘢，我老板变咗猪头饼系嘛？你系你杀嘅？好啦，我死啲，冷静啲啊，老板，将你手上边嘅柴刀啊放走啊，咁样好危险噶。你再女，你杀咗我个女。是你是你杀咗我个女，啊！你澡堂有睇到啊嘛？你喺度讲咩啊？啊！喺镜里边嗰个系老板你嚟噶，而家就去叫救护车啦！快啲啊！你冷静啲啊！你我绝对唔会饶恕你噶，停手啊，老板！嚟啦，将杀死你的犯人，我要全部都杀晒。老板，就系咁。好似结束咗啦，边个死咗啊？好无聊啊！呢、這个杀人现场嘅记录。为什么只是六声啊？他是不是也都没有讲过他杀了自己的女儿？他刚才有讲过啊，杀了自己的小朋友再自杀就同归于尽，而且还用柴刀，难道就是跟猪头饼有关？刚刚想要去204号房的时候有个小女孩嘛，难道这个记录就是在小女孩死之前的情况？总言之，我哋先到204号房啦。总觉得右边个喇叭有啲咔啦咔啦嘅声音。哦，我得了法条。留守番電話サービスに接続します。メッセージをお預かりしました。204号房。
下个地图先。204号房在哪里？一入嚟嘅最左手边间房。呢个旋转中嘅木马咁可以骑上去，不过有咩用呢？一个，而家都暂时都仲系第一个，即系而家第，而家玩一个，仲而家试紧其他 ending。呢个咪就204号房咯。你玩晒未？玩晒啦，正流你系。咁噶，又话总而言之去咗204号房先嘅。我去咗204号房就揾咗嗰个音盒。佢突然弹出嚟都唔系紧要，不过突然弹出嚟，你有方法可以逃离又另一件事。好，不如试下头先阿明所讲嗰个荧光喷雾先，我哋落去。我觉得呢度系最后最后要嚟嘅地方，有四个 end 喎，听你讲嚟添啊！之后我谂四个 ending 应该系各自一个人死啦，即系各自死啦。之后就即系小智啊、美英啊、Lana 自己死一个啦。之后就最尾有个 good end 咁，所谓嘅四个 end 应该系咁解咯，我觉得。
哇屌咩啊？睇女女睇小富啱唔啱啊？睇小富富家被佢俾人杀咁啱得唔得啊？有冇 O 唔 O K 啊？掂唔掂？啊，小富富家血腥，哇，啱晒你啦！要争个。流星筒嗰啲咯，唔系最惊系啲骨头露死位嗰啲地方走唔到。看藥女女應該這個都是其中一個要解的搜尋多次有三樓先，冇乜連貫性，又變咗好似隨機性質發現咁樣依家。呢度有間 dead end 房，我覺得呢度係。留守番電話サービスに接続します。メッセージをお預かりしました。哇！好彩死咗符啫，好彩死咗符。
剛才都諗住懶懶唔 save， 好彩 save 咗符。一有機會就要 save。呢嚿嘢有咩含义呢？哇，冇声咁入嚟，呢度有啲夹硬逼人哋疯狂 continuous 嘅感觉。我觉得呢个有啲含义嘅，但系唔知系一定有啲嘢搞嘅呢个。咩扳指同接位耳都唔得啊嘛。諗唔到啦，
仲有边度有啊？边度有可能啊？试过啦，成人杂志嗰边嗰啲画我都试过啦。你讲停下车场嗰个都可以再试嘅。呢地下嗰几幅我试咗啦。喂，多謝你 follow。啱啱避得切。我初初以為呢間房就係攞嚟用熒光噴霧，但又原來唔係。落多去一次地下先。唔係啊嘛，咁癲，要玩到特定角色，試下先。集思廣益，一齊試下，冇壞。金属呢个系金木盒嘅零件咯、啊，喺呢度突然间又有金属盒零件。吓，头先呢张图送我咁多次，竟然突然间有一个金属画、金属音乐盒桶啊！头先冇嘅喎，头先扫极都系嗰张台嚟嘅喎，嗰日嗰个储物柜嚟嘅喎。留守番電話サービスに接続します。メッセージをお預かりしました。用齊啲角色周圍行下。
OK， 即系可能有啲系嗰个角色先会发现嘅嘢啊，咁癫。Hello。OK。做乜你又转咗电话？做乜转咗 account？ 你唔用肥仔摇嗰个，用咗手机睇啊！而家。好，塞埋落去，将个音筒。玩乜鸠？大波妹妹咯。嗯，你唔系玩死咗佢咩 ？How dare you？ 咩啊？佢咁呢个 dead end 咁去玩个，可以二捞玩翻个 true end 噶嘛？做异世界狐从来的生活啊嘛。听下先。嚟啦，播一播。喂，咩事啊？一摇啊，摇咗只猪头饼出嚟系嘛？你摇咗个幽灵妹妹出嚟咧？哦，我摇咗个猪头饼出嚟喎、啊！骗人的吧？点算好啊？你我匿去边啊？哦，仲要匿去边啊？已经被人发现咗啦！你我系咪骑上只木马同佢战斗啊？骑上只独角兽木马，木马屠城记。玩完，阿静静 get。睇咗个 ending 啊，系咪？冇剧透啊，屌你啊！接手，不要过来。点算啊？我好惊啊！得到我啊！娜娜，哦，个音乐盒响嘅时候，佢就会。唔劈人嘅、哦，我呢度系咪又系福利画面嚟嘅？俾人睇小富富用嘅啫，系嘛？哦，爸爸，唔好再杀人啦！唔好再杀人啦，爸爸！喂，佢消失咗，又会即刻变咗狂暴状态系嘛？爸爸你边啊？拜拜！我知道你哋姐姐，你哋死啦，咁样系嘛？佢带走咗只猪头饼喎，唔系搵翻姐姐做妈妈咩？我以为系咩？我走啦，姐姐之后就借又变翻狂暴状态，劈死晒你三个咩啊？呢个系个人个猪头饼停咗喺地下，哦，小智。你做乜喊啊？你好惊啊？冇事啦，冇事啦，唔系咁噶。我喺度谂嗰个幽灵系咪帮助我哋啊？嗰、那个女孩子，刚才嗰、那个老猪头饼嗰个系老板嘅声音，即系话个音乐盒会唤起回忆咁样。系啊，明明两个人都喺同一个地方，但系互相睇唔到大家。如果能在同一个地方死都不错啊！啊，佢话佢细个佢爸爸同姐姐都是自杀的，唔通佢就系嗰个老板同嗰个妹妹嗰啲啊嗰啲叫妹妹啊嘛？我都是第一次听过啊！啊，当时只有五岁，佢哋一早离咗婚，所以冇咩印象。啊，所以就好怕幽灵嗰啲嘢。爸爸同姐姐死去嗰一日，我当日我自己一个睇屋企，妈妈都出咗去做嘢，所以我自己一个玩。发现啊，壁橱嘅空隙打开咗，
啊，边个都在意，我走到壁橱嘅时候，有只手伸出嚟要我入去。当时我谂谂咩意思，嗰只手即刻扯咗入去。啊！我极力挣脱之后，再望向个壁橱已经闩埋咗。我好小心咁拉开道门，发觉入边系只有妈妈嘅衫。嗰日夜晚我就听到爸爸同姐姐自杀嘅事情啦，话唔定系姐姐向我求救，我一直都后悔，之后就好怕鬼魂呢啲嘢。当我见到佢哋两个嘅身影嘅时候，就觉得好似争于自己，毕竟我爸爸同埋姐姐都系咁样走噶，冇事噶啦。哦，呢次我总算帮到手系嘛？至少他们现在在天堂都过得很幸福啊，一定。八石没利来，就是这样啊，我都是这样想啊，很害羞啊，总而言之我们快点出发去啦。突然间有干劲了，哎呀，总觉得轻松很多，乜嘢啊，不可以说只是熬底就算啦。太好啦，多谢你啊，美英 Nana。总言之，希望今日夜晚嘅时候，你可以平时走喺前面。哼，只系嗱，准备开始唔惊，唔等于而家唔惊哦。总之，我哋就向出口行啦，应该未必会过嚟噶啦。太好啦，呢个就系平时我认识嘅佢哋两个。佢只猪头饼有冇得调查噶？一阵出去有另外一只猪头饼就好笑咯。其实我在凶手啊！唔係，可能有第二隻豬頭餅，可能有好多隻豬頭餅喺度嘅咧。好啦，仲未揾到個 friend 個咩友人呢樣嘢嘅，我都唔係好知點解，冇咩線索嘅喎，揾咗個友人嗰度。留守番電話サービスに接続します。メッセージをお預かりしました。一定谂住行去出口，但又唔得嗰啲啦，系嘛？都未解除晒个咩怨念嗰啲嘢就。出口嘛呢度，只能够投。如果打开你就走先啦，我应该又 bad end 噶咯咁样。哦，今次系美英嘅 bad end 哦，呢个系。喂，三号出到嚟嘅点解？吓？终于出到嚟啦！
系咪争咁一个都唔计 Good Anna？ 太好啦！系咪应该有个友人喺入边话救个入翻去咁啊嘛？因为已经早上啦，竟然喺入边咁耐嘅。哦，好啦，我继续望下先。太阳太刺眼啦！我哋真系走到出嚟，哎呀，我哋做到啦！太好啦！喂，仲有好多道具未用噶，肯定觉得未画未完噶。有人打电话俾佢，一定系佢有人啊！有人嚟啦，系嘛？等一下先，快啲接电话啦！啊，两个都平安无事啊！太好啦！我哋三个人都喊咗出嚟，喺太阳之下离开咗酒店。ただいま。お風呂入らなきゃ。点解系咪有人又顺丰收嘢系嘛？又揿又敲门啊！哇！你都几大波喎？系咯，估唔到啱啱唔俾人睇噶，佢隐性啊，最紧啊。怎么瞓低咗又？啊，シャンプー倒しちゃった。ダメだな。やっぱりすごく疲れてる。お風呂から上がったらすぐ寝なきゃ。哇！丢！屌啊！黐线！一齐玩啦，咁样。猪头人有人顶啊！咁样。出翻搞死！行踪不明嘅三个少女。警察の発表によりますと、行方不明嘅三个少女。生駒美桜さん、桜井奈々さん、白石あずささんの3名で。第二個 bad end は。N 県内のコンビニの防犯カメラに3人と特徴の似た人物が映っていたのを。あ、出咗嚟都唔得啊。それ以降の足取りは定めていないとのことです。知人らの証言に解咒あ、你。はい、应该要解除怨灵先得噶。現在は利用されていないホテルへと肝試しに向かっていたとのことから、警察では3名がこの近辺で何らかの事件に巻き込まれた可能性が高いとみて、周辺地域に十分な警戒を求めるとともに、慎重に捜査を進めていくとのことです。また N 県警察では県警ホームページにて専用の幸福嘅鬼可以睇到女女啊！こちらの女性3名に関する情報提供を呼びかけています。次のニュースです。ベーン。新人像解图像解咗，新结局解锁，有新结局喎。即系要你死三次先得嘅，先可以去到真超 N 啊！我有冇发嗰啲福利呢？唔系，我有五个 N 啲福利全部喺晒美英嗰度，你有冇发觉啊？妖，今日我妹生日，我食捻咗个蛋糕。
跟冇时间做运动，我觉得我肥靓到扑街，听日会。依家又有新結局啦，真係。即係總言之，就算佢話出去出口度都唔好出啊，咁就最安全啦，應該。我只知道要出去找个神社啦，系。我有啊，我见过啊，但我唔知几时出嫁到个神社。依家可能依家出嫁到噶咯，只猪头饼死咗嘅话，试下出去先。但我见到你 unlock 咗神社嗰个 CG 噶咯，可能去翻嗰个位嘅啫喎，系。唔紧要，试下啦，依家。反正我都有嗰啲相关嘅物品，有支蜡烛喺度，我谂应该都是关键嚟嘅。反應喎，暫時都係咪呢度放蠟燭啊？冇啊，冇問好即係冇啦。有問好先可以放噶嘛，冇問好佢唔俾你放啊。Marlin 未有個黑色問號咩？嗰個係 save point 嚟噶。未得啦，即系未解锁得啦。即总而言之，唔好走去出口就出闸唔到啦。OK， 系咯。都唔惊死，不如都冇主强追你噶。系啊，我都都系，你讲得啱。大波波真好正，睇咁多次都好正。我喺度啊！冇鎖匙喎呢度，
咁即系九成九关个有人事啦、啊。啊唔系喂，讲嘢。但爆晒血噶咯，系系喎，有人冇事喎、哦，又系喎、哦，有啲道理喎、哦。你有冇 trigger 到嗰个细蚊仔嗰个剧情啊？有啊，细蚊仔咪完咗咯，杀咗猪头人啊嘛。唔系蓝细蚊仔啊，蓝色幽灵啊，见过一次咯。我使乜再？我唔知使乜再入翻去嗰个咩剪头发嗰间房啊？你哋唔知使唔使？我见到仲入得噶，会唔会有关联嘅咧？咩啊？我咪话，如果快啲就可以，想快啲就大家可以即系我贴士咁引导一下，系啦。屌，有冇可能有二十一个结局啊？屌，头先嗰度有五个结局啫喎，你水咪？我哋觉得呢个系未游完啊，阿明，你觉得呢个系？你有冇玩过积木？一个砌积木嘅盒啊？唔系头先个音乐盒咯，系嘛？唔系推积木个盒啊？冇喎、啊，喺边度噶？我搵下先啊。诶、嗯，我今次咩房？诶、欸，搵到父亲音乐盒日记嗰度咯，个柜桶有个位系银攞一件，未开到个柜桶，好丑嗰个，未三，未开到个柜桶，因为诶，同埋自动柜员机有锁匙喎、哦。自动柜机有锁匙，自动柜。机，你讲自动售卖机系嘛？定咩啊？自动售卖机啦。吓、啊，有嘢 check 噶，但我揿咗好多次喎、啊。开咗啦，试多次先，可能有唔同嘅人揿埋去啦，游戏要。唔系啊嘛，屌咁癫！呢、這个我真系点谂都谂唔到，系攞支自拍棍殴落嗰个自动售卖机度喎！屌呢、這个，我谂我点谂都谂唔到喎！我谂我喺度
休閒十個鐘都唔會記知道喎。仲有福利畫面㗎嗰位，唔撚係啊嘛！屌，真係估唔到喎！有冇冇俾人 ban 台㗎？冇啦，依家都唔出都好少理，冇乜收益下降。自拍棍要找娜娜去娜娜嘛這個嘛即是你再前一點他去到這個位置按他說他沒機會著的Nana 嘛，呢個咪 Nana 咯，使乜揀道具噶？啊！自拍棍，哦，原来你系冇自拍棍咯？边度有自拍棍啊？又有嘢我 miss 咗。啊、我梗系要美英啦，我呢个有冇咩含义咧？我喺度谂紧呢个咩一幅画跌下来呢、這个。有啲位置我 miss 咗又冇行，间间房都行晒噶啦，咁即系大头虾睇漏嘅啫。吓，突然间又有新剧情，我哋终于捉到个小朋友出嚟啦！你連個僆仔未見到，街、之前冇喎，行咁多次都冇嘅喎，我得阿美英見到嘅啫喎，一齊玩啦，姐姐咁樣啊！頭先發生咩事啊？咁樣係咪出現咗新嘅？冇喎，真系冇喎，冇见过呢个僆仔喎，啱啱先 gen 到出嚟嘅喎。啊，又要咁即系又要留翻下，留翻下，留翻今个礼拜再玩嘅咯，即系仲起码仲有要玩埋个僆仔呢一段咯。啊，留翻听晚玩埋啦。听晚咪真系开噶？听晚我听日放假有嘢做，所以听日一定玩得。听日可以翻到嚟。好 sad 啊！听日唔喺度。听晚啦，听晚翻嚟玩。听晚唔使翻，真唔系啊！
琴日系因为我去咗我女朋友嗰度，佢话有即系临，即系所以先冇先走咗周鸡噶嘛。留守番電話サービスに接続します。メッセージをお預かりしました。收台先。メッセージをお預かりしました。黐線，個劇情有咁多個幽靈嘅，關於間酒店死撚咗咁多人，差唔多啦喎。咁啊係，但係隨機正出嚟嘅喎，突然間。剛才沒有這個劇情，我走了幾次這個位置， 你可能看回我直播，我走了起碼六七次這個位置，兜過去兜了六七次，我都看不到這裡有東西。上座啦，上到三樓啦，是啊，唉，留回明天再砌過先，好啦，拜拜。